大家好，我是韩红岩。废话不多说，现在就为大家带来漫画990话第五弹的情报内容。目前阿拉伯网友关于990话的大量情报图已经放出，包括本月漫画是气疯罗拉两姐妹眼角含着泪水放出绳子要救某人的画面。刚才在漫画989话扉页中，韩红岩拿出照片证明他是两姐妹父亲的认亲方式已经奏效，这才让气疯罗拉又把追来的他拉上船。来到正片，佐佐木已经被叫了出来，他正在一边喝着酒一边说着黄子郎其实是光月加臣在多元间潜伏起来的事情。从画面中救出佐佐木的几个人的猫头人来看，他们应该就正是辅佐国的手下。楼顶上毛皮族月亮狮子们集体爆发用电攻击，而凯多手下们包括满满的气鬼都做得不轻，但凯多在背后却似乎还是观望的状态。杰克变为了猛犸象，他已经被打得浑身是伤，但除了凯多和气鬼之外，只有杰克一人在正面反抗，并击退了好多月亮狮子。狮教九人和凯多一样，也是在背后是站立观望的状态。然后猫粉石和犬蓝就一起变身了，杰克意识到情况不妙，他也要变身了。另一边是奎因和金的对话，他已经知道托管监狱那边出了问题，看守长也说了谎，金跟奎因说要召集零空六子。另一边德雷克和霍金斯正在一起，霍金斯在占卜，德雷克问他在干嘛，霍金斯说明天有一个男人的存活率将会只有1%。金已经和零空六子的佛祖湖佐佐木黑玛利亚包括沃尔迪和裴吉万取得联系，将5000人入侵的消息告诉了他们。顺带一提，沃尔迪和裴吉万被大和路飞打伤的伤势看样子也已经完全恢复。佐佐木找到了德雷克，喊他一起去集合。在两人对话时，霍金斯在一旁听着若有所思。然后我们就来到了德雷克、佛祖湖和奎因一起相聚的画面。德雷克已经被奎因打伤跪在地上，他十分不服气地说，喂，你们这是什么情况？奎因气愤地说，你拍拍胸脯问自己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佛祖湖接着说，之前的花之都放走他的法家楼的人就是你啊，我们在那边可是有监视的。德雷克跪着对奎因说，原来你要杀的那个零空六子就是你啊，你这个混蛋野狼。奎因气急败坏地说。佛祖湖接着说，干部里竟然出了你这么个叛徒，真是耻辱啊。奎因笑起来说，准备好被拷问了吗？德雷克说，杀了我也拷问不出什么的，并便在心里想着，难道就没有解释过去的可能了？这时一直站在后方的霍金斯走了出来，对德雷克说，之前就觉得只能是你，你这么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好了，本期情报就这么多，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我是王源，我们下期再见。